你有什么代志？你跟我讲无要紧。开口第一句话讲，肉拿来，我阿叫阿妹叫，你吃着好，好不好？都可以，好不好？有什么代志？好啦，知啦，有吃过啊，有吃过就好啊。你有什么代志？你跟我讲无要紧，无要紧。哦，有什么代志？阿金，我和你讲，来，你咪甲我讲，开口第一句话讲，肉拿来，我阿叫阿妹叫，好，有吃着好，好不好？都可以，好不好？有吃着好哈，好啦，爱洗奶啦哈，安尼吼，洗奶吼。呀，你懂吗？睡个午觉都不能好好睡吗？啊，你们都要追来追去吗？太晚了，那猫咪都在睡觉了，你们在干嘛？跟着哭干什么？跟着哭干什么？好了好了，好了好了，不哭不哭。好啦，他哭又不是你哭。最近很漂亮哎、欸！跟你讲，你那个大腿毛真的扣的不是很高级啊！我买了那个小花花，还是你要小花花？那天那个粉红色小，好不好？来，好不好？来，我们来啦，拜托，来啦！为我们穿衣服好不好？妈妈穿衣服好不好？来啦！他真的，我跟你讲，他每次我要给他穿衣服，他都会跑走，因为他很讨厌穿衣服。我知道你不怕冷，可是呢，我怕你冷啊，你懂意思吗？好不好？好不好？你懂我的意思，你懂我的明白。我们这件很漂亮哎、欸。我跟你讲，这个大腿毛真的做的不是很高级啊。我买了那个小花花，还是你要小花花？那天那个粉红色小，好不好？来，好不好？来，我们来啦，拜托，来啦，过来一下嘛。好，他现在变成猫了，他也要拍屁股。人生啊，穿衣服好不好？好啦，穿衣服啦，来啦，妹啊，好不好穿？真的，好，不要勉强你，别，那我们拍屁股可以吧？拍屁股可以哦。嗯。哎、欸，QQ。
你们是坐上瘾了，是不是？啊？坐上瘾了，啊，小张在干嘛？你坐上，你们是坐上瘾了，是不是？坐上瘾了，是不是？啊，怎么换你坐了？嗯？哎 ，QQ， 你们是坐上瘾了，是不是？啊？坐上瘾了，啊，小张在干嘛？坐上瘾了，是不是？啊，怎么换你坐了？坐上瘾了，啊，小张在干嘛？小张，你在等哦。你不要欺负妹妹了吧？Thank you.